的酒敬你也敬阮，你也袂。奇怪，地官姑娘替我办嘴了，那就看的人。那是你啊！啊，你现在要创啊？我搭便出去收汇款的时阵哦，已经讲是规个地库走透透。我就想讲啊，规去插一个机子伫奥多麦顶头，然后我去收汇款的时阵就骑这台奥多麦，啊，会当增加一款找你帮忙的机会。也唔过人海茫茫，敢会像你拄好就拄着？世事难料，凡事真正安尼，互咱拄着啊！上车。哎，你在找爸母哦？啊，即摆什么时代啊？讲我即款方法敢有效？即摆哦，拢有 internet 啦，还佫有看报纸。你这个人哪安尼讲话啊？你有爸母吼？恁爸母若失踪，你敢会找伊？找啊，但是吼，我会用较科学的方法啦。你拄则讲的什么看报纸啊、网络啊，甚至脸书，我拢做过啊，要么就是无效。在这款非常时刻，就像一款传统的手段吼，颠倒有效。我若安尼吼，伫咧路边记者看到吼，凡事感觉我咧足特别、足注意的，替阮哦，迄录影啊，啊替阮报道伫咧电视天头，啊咱就定义是拍免费广告。我甲你讲，这物件叫做是智慧 ，you know？ 你讲真拄爽啦，好啦，祝你好运啦。嘿，尚大，莫迄款无知识的人哦，影响到你的心情啦。我相信，只要咱有心哦，一定找到恁爸妈，莫有影响。刘员工娘，都听你的，我相信你。安尼就对啊，我跟你讲啦，我相信哦，恁爸妈嘛一定在找你。咱两边相头进行，心诚则灵。真紧哦，咱两个会小拄着。进来，上车。永如初因为车祸昏迷，让人送来阮便宜。初步评估应该是脑部受损。我嘛是来急诊室巡查的时阵，一看才知影是永当你小妹，所以赶紧打电话给你。阮小妹即摆情形安怎？有足严重哦？医生即摆等你急救。也毋过伊送来便宜时阵已经昏迷足久啊，嘛增加急救的困难。阿祥啊，你还过来安怎？江大通，你国安怎是秀英的阿公呢？你痛到这么才来，你到底受了关心嘛无？啊，我人今麦不是赶过来，好好徛伫个遮。啊，你去个叫大仙有路用哟。拜托，靠，最准唔使是病院啦。秀英吼，一向开车拢足顺利的，敢有可能忽然间发生车祸？我知影，伊即阵啊为着离婚的代志，家己咧警察。啊，所以可能是你跳江一直去甲刺激，
无伊来变作安尼。我直接就警方通知我的水管过来，是安尼发生车祸，我从头到尾我唔知影什么原因哦。阿哥，我是不是要跟伊离婚是阮阿母的代志，无需要跟车祸男男做伙讲。哎、欸，奇怪嘞，你安尼白白暴，你硬要跟阿妮搞恶就对啦。爸，大家才拄到伊尔，无安尼啦，等小官脾气较稳定的，其他再搁讲好不好？这位是病人的家属。我是杨仔。有一挂资料要麻烦你来写。无聊。呀，来等，许多老师嘞，许多老师他不是说要来，坐坐。超人爸爸，哎，你给他好乖吧？有啊，今天小卡我考一百分哦，只有我考一百分哦。壮壮，好棒哦！妈妈奖励你，妈妈请许多老师带你去音乐教室里拍鼓。妈妈去超市买食的物件，等你回来就会当食暗顿哦。好啊，我要食咖喱。我也要。对了，秋萍，这个去音乐教室要到哦，超市哦多少顺哦。啊，不然呢啦，我先哦送你去，再跟上庄庄去音乐教室，你也买了再打电话。我这个小朋友讲话作甜的，有眼光。一下，等等老师过来教你新的技巧。好。小朋友，今后你看到最后面呢。怎么都没有看过你啊？啊，不是啦，只是我嘛跟伊拍过，定下来加练习。后摆来看做会拍，我很教你哦。不用了，我的喜多叔叔他还会打鼓哦，而且我不会打鼓的时候就是他教我的，他还是我们之前的乐团老师哦。安尼一定就厉害哦。壮壮，我拄只拄着你老师，哇，你儿乐力够够厉害，来。这位先生，你是？我是拄经过，听到这小朋友拍鼓拍得袂歹，就入来看麦。啊，伊讲有一个老师在教伊，应该就是你哈。无啦，我教一丝丝尔，剩的拢是伊家己可怜的。啊，伊真有天分，嘛真肯练习，所以好好在，所以做乐团的歌手。我相信哦，伊也甲继续拍拼，以后绝对不得了的。几多老师，你虽然说的都是正确的，不要一直夸奖我啦，我会害羞。你这个囡仔真的是作皮的，作臭。你才皮嘞！好了，来嘞，我买个人教了，你继续嘞。壮壮，哥连者，稍等，咱再去超市接妈妈。啊，是啊，咱就好食咖喱会得食。好。
你昨晚提阮回来是有什么代志？秀英，伊出意外受伤啊，即马人伫病院急救。奈安尼，奈突然间受伤？我恁回来主要是要确定一件代志，这件代志跟恁有关系无？爸，你哪安尼问啦？杨秀英家己出车祸，迄是伊的问题呢。我拄则敢有讲到车祸？乌白来，恁竟然做这款代志！不过我拄则打电话问你，要做要食饭无？你讲话恁吞吞吐吐，想要赶紧挂电话。我咧当时，你等咧处理伊。这要来安怪阮啊？叫伊停车，伊都无爱停啊！快，到最后把你弄到，要怪阮哦。所以意思是，当时你的车对伫后壁，要叫伊停车。问题是安怎叫伊停车？上街要去找油水电工啊。因为要甲油水电工牵牵计有新的代志。不然去找到证据，证明倩倩是假有心。爸，阮真想袂到代志会变到安尼，这件代志绝对袂当别讲，因为当时开车人就是倩倩，油水店若是知影这件代志，一定会告倩倩杀人未遂。好，为了倩倩这件代志，我用个动作唔知影，啊，不过赵英凯，这条你要处理好清气。啊，若无杨秀英一清醒，什么代志全部拢别讲啊！你了解我的意思？我了解。代志一发生，我已经把胡林的行车记录器都碎掉啊，而且我也已经叫人把护棍监视器的录影、伪屏都处理好。赵英凯已经全部的代志拢拍算好啊，真正免去看建议呢。好了，所来的代志你家较注意，下期绝对别让正对什么弱点，还是找到任何证据。我知影。倩倩，你等下跟我做伙陪伊看秀英。为什么要去看杨秀英啊？好恐怖的啦！倩倩，我想你过去看，较袂让伊怀疑。而且你过去有一个好处，你让知影伊对车祸的代志到底了解偌济。应该分析完全正确，伊讲的拢无唔对。所以你到我病院看秀英，对你来讲绝对是有好无歹。杨秀英，我嘛无想要安尼做，但不过即马是你家己行到一步的，就算是你家己的命无好了。有当时你的小妹，即马治疗了安怎？因为受到强烈撞击，脑部严重受损，总控无啥乐观，即马搁咧昏迷。我一个心肝的小妹。那叫我车弄安尼严重啊！大姑妈，你心莫遐尼艰苦啦。我相信医生绝对尽全力治疗小姑妈，咱袂当遐尼紧个失职。嘉平，无论如何，请你想办法，一定要将小妹甲救倒转来，用上佳好设备。找上好医生，钱行的拢总无问题啦。我只要秀英会当健健康康倒转来，阮全家人一定感激你。有当事长，你妈你讲，过着尽快能力个去做。我即摆甲所有病院内面顶尖的医生哦，拢改成立医疗小组，而且共同会诊啦。明仔载就进行第二届手术，即届由童院长亲自操刀了。
有当，我一定尽我上大的能力。了解，安尼，阮小妹的代志都拜托你。唐院长，麻烦你啊，多谢。你别安尼啦，救人是我的本分，无我即马就来找医生讨论开刀的代志。我先告退。好，拜托。小李，这边我知道你真出来的，甲帮忙做自己的医疗团队哦。刘大，爸，你先讲，哥，哥，你唔通安尼啊激动啦！你家己的身体要紧，万一哦，那血压那欠管都唔好，啊无，我先带你回来休困好不？对。无紧啊，无紧，我无紧。我是一直在想讲，奇怪，秀英是安怎奈，伊阁出这个车祸？我有去看过小姑妈行车记录器，啊，不过内底是空白的。啊？哪样呢？啊，唔对，啥物拢无翕到。我伫想讲，是不是有可能用了电线杆，所以冲击力道伤大，才会弄歹去啊？敢是安尼？啊，恁头个兄弟哦。嗯，该来拢来啊，不该来，恁来要创啥？拄只护士讲啊，秀英的家属拢伫个前厅顶个办公室咧讨论秀英的病情。啊，我是红仔，我敢无需要过来关心？秀英现在状况呢？秀英昏迷不醒啦，脑部受伤，明仔载要阁做第二遍的手术，看会较好。照伊的态度看起来，杨秀英应该什么拢也袂讲得出代志啊。袂用的，我无同意。既然当头一遍的手术都无效啊，那有需要阁开第二遍？我看，我是安排一架医疗专机，直接送秀英去美国接受治疗，安尼加较妥当。我无赞成安尼做。咱台湾即卖医术已经是非常发达，也能接受到一流的治疗，真正无需要送去美国啊。搁再讲，伫你运送过程当中，有真侪无确定的元素，这病人有可能因为安尼失去伊的性命，所以我认为讲，伫台湾接受治疗就对了。不对。而且小姑妈所有亲人拢伫台湾的，你即马甲伊送去美国，那呢？什么人要伫个想要照顾伊啊？啊，不过我认为，即马赶紧有秀英会用清醒精神过来，才是唯一应该考虑的重点。而且我嘛相信，美国的医疗技术一定有法度甲秀英医好的。我无赞成，你甲秀英送啊遐尼远去，阮想要看伊看袂到，阮要哪会放心？我很了解你的心情跟你的感受，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者，到目前为止，我江大通也阁是杨秀英红仔，我是伊法定代理人哦，所以，我绝对有这个权利来做这个决定。我认唔着人啊，真是嘞！放心啦，
怎？拄着实在啊？啊，不是啊，我认着人啊。我比较差不多啊，我去结账哦。需要什么用后代吗？好，多谢。今仔就无彩啦！今仔日吼有遐尼侪人来问，结果嘞，拢是空欢喜，无一个人是你的爸母。哎，桑导，是讲吼你妈妈爱失望啦，因为吼咱这尔拍拼吼，我相信只要咱要放弃，一定会找到你爸母的，对不？阿姨，我三十是要到啊，我赶紧离开才会用的。哎，桑导，啊是讲今仔日吼出去找几工啊？你即马身躯顶有淡薄味呢，你今日去洗身躯啦吼。拄啊伫附近经过，啊想讲来甲你看者，即阵炸宵夜来互你食。爸之前有讲过，即、這个壮壮真有可能是伊的孙。若是咱摕到即个秋萍，无得卡，得咱问到搁较侪我的代志啊。是大，啊我会记得你毋是嫁一个叫做秋萍的查某囡仔真好，啊你敢知影伊即摆人伫倒？阿姊，你捌伊啊？无你哪向向甲我问伊啊？啊，我着听人讲，伊的后生壮壮，敢那是黄立伟的孙仔呢。啊，我着感觉足好奇的，毋才想讲要问伊啊。阿姊，你安尼问的意思，敢是要去甲黄立伟讲？我哪有可能安尼做？你想伤济啊啦！就算你要甲讲哦，嘛无效啦。啊，即马因两个母仔嫁已经搬走啊，连我都拢唔知因搬去倒。啊，连你都唔知影？姐啊，啊你对黄立伟的代志敢特别关心咩？你家己做啥？无啊，就尊重老人嘛，对无？你吃饱未，秋萍？无啦，这好好传简讯过来啦。公叔，是公叔。公叔哦，哎，你学校的人拢免困啊，这么晚阿妈跟你传公叔哦。看你笑啊，你我就知影不是公叔。老实讲，什么人传的啊？啦，那有我你嘛知道我平常时就是安尼笑到做拉稀的啊，对不？拉稀拉稀哦，别骗我。老实讲，到底是谁传的？无好我看是，那安尼哦，我得用手的。